嗨，我们买房子了，大家已经知道，很多朋友、很多粉丝问我们一堆关于买房子的事情，怎么买、哪里买、几平。但是各位朋友们，说真的，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答你们。所以呢，我跟老婆确定今天要拍这支影片，模拟当初交房子的过程。看起来是蛮新，很好哎，还不错吧？很好哎。今天这个是我们帮你安排介绍的第一个案子。这种房子算是属于是这种天花板是高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跳高式的大厅。嗯，对，现在就比较符合现在比较气派的设计这样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的特色是我们社区的公司非常的多，游泳池、健身房、电影院。那 KTV 是撞球室、桌球室、接待大厅都有，待会我们可以看。而且这个水不是很深，我老婆在这边可以游泳，没有问题哦。游泳吗？建议去旁边的游泳池。哦，不是这个游泳池哦。是。啊，老婆，不要这样子啊。可能只能泡脚。三条线。很大的客厅吧？哦，蛮大的哦。而且这个装潢非常的到位，屋主都是采实木皮的装潢，还有搭配一些石材。它的全部都是采简约的，就是吊顶式的冷气、spotlight、采光、通风都是非常好。这个房子几平呢？这个房子总坪数是71.8平，公共设施跟车位扣掉之后，室内还有大概41平。停车场呢？停车场它有两个平面车位。两个？对，两个。哦，都是平面的哦，所以每个一人开一台车。哎呦，两台跑车，这没有问题啊。你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，我们再看看了，OK？我们看看一下里面，这个是真的，很好。喜欢你的态度嘛，非常的专业，然后呢，资讯是很透明。不过对于名人比较好吗？还是所有的人会一样透明的资讯？都是一视同仁，都是透明的资讯。这个地方也是超越我们的预算，因为我们是结婚人员的，而且刚创业的，所以呢，对这个地方是非常喜欢，真的是非常喜欢。对我们来说，因为房贷的关系，压力会很大。有没有下一个？另外一个选择，我们可以上有，我们有帮你准备另外一个不错的物件。好，地点会比这边更好，因为它附近有捷运站，生活机能更棒。对，所以你很不错，它更便宜，会便宜一些。会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跟我讲了你们大概想要的需求，那我跟俊雄两个就讨论过，今天就做了一些安排，待会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用心了。好啊，那就下位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二个选择，屋龄比较久一点的华夏，但是低总价，就感觉比较容易可以买得起入手的第一间房子。对，而且是面向这个方向哦，公园四楼，我们看看。哇哇，很特别，很特别哦，比较小，然后但是我们看房子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重视这个明亮这件事情，采光很重要。采光可以看懂两个方向，从客厅这边过来的光线。对。那就像刚刚进门有个小玄关。对。对。然后呢，客厅，然后厨房的位置，你不可以跟刚刚那间比哦。当然。它有自己的阳台哎，我觉得很好。有一个小阳台。有一个小的阳台。对，这间可以，小归小，采光很好。哎，采光不错，好像是有点儿童房的感觉。儿童房对不对？你看，这里也很好啊。这里看。采光很重要。你看一下这外面这里，这边的话就刚好是前面叫做大榕西街了，因为外面有种是榕树，所以有一个绿景。这里有一个开放式厨房，也是蛮明亮的。你看外面的光直接进来。刚刚太太说吴凤玲很会煮菜，我跟你讲，来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我怎么会煮菜呀？真的啊？对，生小孩就很了不起。一开始哦，我买房子的原因就是老婆，出发点是她，对，因为她一直很希望有一天有自己的房子。不过当然你要看看自己预算啊，我们一直在认真打拼啊，创业等等，还有现在有两个孩子，所以我非常爱她，所以非常尊重她的意见。对，而且你们公司的 slogan 也是“爱家的人有福了”，答对了，可是爱家的人有福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其实应该这样讲，因为我们做中介时间很长，从早到晚，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没有办法陪另一半，甚至没有办法陪小孩，所以我们呢都很希望说大家在工作的同时
能够对家人好一点。然后呢，有机会就带家人去走一走。那常常也公司也会办一些活动，大家一起来参与。啊，很精神哦！当然哦，这样子另一半家人全力支持，我们才可以认真的工作，把客户服务好。放神很 OK， 对。但是我一直在想哦，刚创业了嘛，而且我们多两个小朋友，对，有点小，我们还是看看有没有办法比较大一点的，也许比如办公室之类的，房子。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两个都有考虑到。哎呀，很好哎。你相信吗？当然相信啊。那我们就来去那边看看。好的，下一，我们要 Q， 不能，主持人要 Q 嘛。下一件，这里是我们要看的第三个房子，欢迎光临。这是台湾说的头天嘛，有没有？对，套厅，套厅，套厅处，套厅处的意思就是应该是这种四楼，对不对？里面是这样子可以上去，有个楼梯。就是、简单来说，就是有天有地。不用去管付管理费，然后也不用去管邻居楼上会不会吵，因为一楼到四楼，甚至五楼、六楼都是我们自己的。今天哦，说真的，说头到尾，三个不同的方式，你们非常的用功，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，你们真的是可以找到适合我们的方式，三个都可以啊。当然，对，因为有了解到你们有可能有创业的需求，所以我就帮你们找了这种地库的透天，或者是说希望说，居住品质好一点、公厕多一点的大楼也有。那或者是生活机能更好、临捷运的华夏也有，你们想要什么样房子，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需求，然后再看。我在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两个字，什么字你知道吗？什么字？专业。专业。我是中华民国中介协会的董事长，所以呢，感谢你们。谢谢。老婆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耶、yeah! ！看到了吗？当时就是我们江轩放子的，你们的服务太好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也太弱了吧？说真的，很感谢区域房屋的朋友们，因为有你们的关系，今天把很多的资讯分享给大家。因为超多人问我一样的问题，怎么买的啊，多少钱啊？跟你们一起回到过去，真的让我想要再买一件。不过呢。先存钱，对的，先存钱，因为我也不是国泰民哦，不好意思哦，老婆，我要努力好不好？那大哥，改天真的想要买第二件的时候，是，在那里可以找得到你们。我们现在全台有近百家的分店，都可以一起服务两位，这个很好。对，而且呢，最后我要跟大家说，买房子的时候，找个中介非常重要，房子的状况你们真的要自己要很清楚，要买哪一种房子，还有呢，预算。有些人预算不够，他是想要为了买而买，给自己太多的压力，结果呢买一个非常贵的房子，他还是觉得怎么办？怎么可以还贷呢？不要给自己的压力，先买一个小的，跟我们一样，慢慢慢慢那个时候可以换，后来可以买更大的房子，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。最后呢，另外一个建议就是，你们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话呢，赶快来哦。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因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我一定会把所有的资讯会好好介绍给你们，让大家开心快乐。你要说什么？我们一直在看这边。选房子就跟选另外一半一样，就是选自己最适合就对了。没有错。最后我要说你们的slogan， 爱家的人永不认。